第九案里面的 double click row 啊，这个今天我们用的多了是吧？然后怎么去动态加这个双击事件的，还有动态加这个按钮的啊，啊，大家应该也是没问题啊，敲两遍就没问题啊。敲两遍。对，那么主要的啊，是我们的入库业务流程啊，主要的业务入库流程。那么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是把我们整个采购业务的流程都给走完了啊。那么你对应的啊，你应该能讲出来我的采购业务流程有哪些是吧？首先是采购订单申请，申请完了之后审核，采购确认啊，采购确认完了之后就做一个入库啊。那这个入库怎么去入库啊？这个流程大家要搞懂啊。